啊，一进来就有一种酒香的味道。好香啊！他的酒桶只用一次，然后就拿去回收家具，当成家具。这是一号储藏室。其实农场当初去学蒸馏技术，还有酿酒的时候，顺便把他女儿给娶回来了。那个原本的那里，那个主人的女儿。因为原本那边的这位太太就是她觉得不想要嫁给她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她就跟着这位日本人回来了。最后一杯啊，哇，好呛！然后这个中间这个啊，它比较有香气，然后没有那么呛。这个呢，很呛，然后而且哇，酒精浓度应该是比较高，我觉得它烧喉咙烧的比较大。
哦，不过我还是最喜欢的苹果酒，因为它甜甜的。最后我拿苹果汁，然后把它倒在一起喝，嗯，好喝多了。纯喝真的是我觉得不是很顺口，除了苹果酒之外啦。炸虾，炸鱼，起司肉酱，番茄蛋白，炒饭，炒饭，嗯，炒面，这是 DIY 的拉面。应该是好了。来，螃蟹吃到饱。这些是熟食，然后接下来是吃火锅。这家店还有附烧烤吃到饱。我们刚才坐的是火锅区。就地重游，李小璐。啊，现在在摩天轮的制高点啊。好，在下降了，在下降。夜景还不错。没有，他会在这里停留。没有，是你的错觉。哦，有停留感哎。靠，这样子下去有点恐怖。我喊谁好不好？No, no, no, 你上班了。